困难图。你想怎么来？哎呦，我过了，差一点，我差一点。我包皮跑那么快呢，包皮啊，厉害呀、啊！漂亮，终于不倒，这怎么过？漂亮，要挡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哦，倒挂金钩，终点啊！哎，我看不到他轮胎。太菜了，这都过不了，太菜了，包皮，太菜了。我就看你无限死，你看不看？你看不看到后面有个工人一直在朝你滋水？看不看到？太菜了。哎，这个怎么天一直都天黑的？怎么设置天亮？我想设个天亮，天亮玩起来更快。我操！我这个技术，我看到我自己的恐怖，看到没有，观众朋友们？我去！简直跟疯狗一样！哎呦我操，这个有点难。我操，马上就要起飞，倒挂丁钩给老子起飞！哎，吃到点了，吃到点复活的话就可以在这复活了。这个招数在第一步、第二步都通用啊。过船。哎呀，吃到了，搞定！不好意思，还是第一，不好意思。再见，第一，先打雷劈。9:20之前，我们现在还有40分钟，观众朋友们啊，你们懂。加速加速，冲冲冲！哎呀，跑一半了啊，跑一半了！主要是技术牛逼，知道吧？我操，你超车了！我也来了，这么简单就。哎呀，这个点这么简单，为什么？好，搞定。别急，包皮，我来追你了，包皮。我来了，包皮。好，马上追到你，马上追到你。这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终点！我勒个去！你骑车的样子像极了蔡徐坤呢，剥皮啊！你妈，人家用两个轮子骑车，你用后轮骑车，是不是？太屌了，剥皮！